你哋好，我系魔术师阿 Y。适逢香港嘅疫情咧，慢慢好转，咁我哋香港学界魔术协会咧，都开始逐渐搞翻一啲唔同嘅比赛类型。今次咧系以唔同嘅形式去站身，咁俾大家尝试一个唔同嘅比赛感受，俾唔同嘅年青人咧去参与唔同嘅形式嘅比赛。咁喺呢一个新嘅比赛模式当中，会有唔同嘅规则，所以咧可能咧喺规则当中未能尽善尽美，希望大家见谅。以下介绍一下我们今次的比赛里面的不同的要求和规则。大家好，落到去近景的场地配置。场地配置里面有几样东西是影响我们魔术师表演的。包括了有台、有凳，可能甚至两样都不需要，你只需要站在那里。不过也可能有需要两样都要用，还要有观众配置，甚至多过一个用具。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用具里面尽可能是选取一些比较明确的颜色，这样就会更加配合到你们的表演了。落到去近距离的背景配置，背景配置里面包括了几样东西，台的颜色、衣着的颜色、背景的颜色，全部都是为了凸显一些用具或者效果的展示的。所以落到去就会用到一些纯色的颜色，甚至一些深色的颜色更为理想。当然你都可以配合一些不同的主题，去用到不同的背景的，例如一些实验室，做一些科学实验的效果都可以。问题就是尽可能不要太杂乱太花，或者可以影响到展示魔术效果的位置。另外落到去就可以用到一些绿色的背景，但是并不可以用到绿色的特效，包括了绿色的背景的、一些展示特效，或者可以转变了背景的不同位置，尽可能都是展示到不同的魔术效果或者展示动作为主的。落到去近距离的摄影镜头需求，有些事是需要做，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例如我们尽可能避免一些媒体的魔术，包括了是我们需要一镜到底拍摄我们所有的内容的。另外需要呢就是一些摄录工具，我们都是尽可能定镜处理，包括了不可以左右移，或者是一些放大缩小的功能的。另外还可以在一些镜头里面，我们尽可能包含一些我们的动作或者的形态的，包括了个样子，我们的手和我们展示的用具。另外有些事我们尽可能避免，包括了我们离开了个摄影的位置 outcam， 或者我们不可以剪接，不可以后制，这几样东西我们都是不容许。去到下去近距离的展示模式，我们会有三至四个的方法影响着这个的答案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不同角度水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些不同的用具究竟是水平去到影，或者一些垂直由上而下的水平去到展示一些不同的用具，这个是一个不同角度的方面。第二样东西就是一些不同的距离，包括了我这只牌究竟什么距离才可以展示得清楚呢？尽可能推前，在个摄影底下近个镜头就会展示清晰了。第三样东西会影响着一隻牌的展示，通常就有一些光的问题，包括了它究竟反不反光，会不会在灯光底下会爆光。有一个 tips 可以给大家的，尽可能将这隻牌打向下一点，它反而没那么反光。第四样东西，尽可能展示得耐一点，近、耐和不反光，这样就比较合适了。最后入到去就是一些近距离的辅助要求，包括了一些声音，例如音乐的背景音乐，或者是一些入咪的情况，尽可能清晰，令到你们自己听到自己咪讲什么。另外就是一些观众的处理，如果是多过一个人的表演者的话，尽可能一个观众是辅助形式，都需要配合观众影在镜头之内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有关魔术的技巧，记得Outcam 不包括在魔术技巧，还有一些特色的特效、剪接都不是一些魔术的技巧来的。
這個要小心留意。落到去 stage 的模式，其實跟 close up 大致上相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要求是跟close up 不同的，咁就係一個距離的要求，盡可能是在攝影範圍裏面影曬全身，包括咗腳甚至鞋的位置，呢、這個就是唯一 stage 同 close up 不同的要求。最後去到一些是舞台和近距離魔術的比賽的補充的。第一件事就是音樂一定要是在現場錄音的時候是錄得到清晰的，不可以用後制後期加入去，這個是一。第二件事就是個鏡頭只可以是環置，不可以好像用電話那樣直到的。第三件事留意一件事就是 close up 的時候我們會有機會戴到眼鏡的，小心啲處理，因為眼鏡都會反光，有機會扣分㗎。